嚟我哋就嚟，我哋嚟呢度亦都唔係純粹要趁熱鬧 up 上 Facebook tag 我哋啲 friend， 或者 up 上 Instagram 去加 filter。我哋嚟到呢度係有我哋嘅清晰訴求，爭取公民提名、撤回人大決定、梁振英下台。在大家自發去集結的時候，我希望大家真的能夠清晰記得這三點的訴求。當有更多的市民，我相信明天他們會來聚集的時候，我們更加要記得，我們來這裡不是嘉年華會，我們來是一個抗爭。來到這裡站在這裡每一個人，我們有的力量就是令到我們香港人有一個的談判籌碼，去跟中央換一個普選回來。不要輕視你站在這條馬路那裡，一日、兩日、三日，政府、梁振英他們面對的壓力越來越大。我在這裡呼籲大家，這場的運動我們一定要堅持一個非暴力的原則。昨晚我們見到在旺角那裡突然有車衝向人群那裡，我不希望這裡的事件再度發生。我希望大家繼續堅持一個非暴力的原則，去告訴其他香港的市民聽，公民抗命依然是有我們的秩序，依然能夠展示我們的公民質素。我們在這裡不是搞事，不是要混亂，而是只是要表達你的訴求，是不是啊？